欢迎大家来到海鲜馆啊，海底世界。接下来，你们几位成长中的小朋友，恭喜你们啊！你们要挑出两个人来潜水下水，剩下两个人陪我在这儿，咱们猜题。在鱼缸里面的人要比划出动作来，我们在外面猜。如果猜对的话，记住了，每个题加五分哦。你们看看，你们谁愿意下去？岳云鹏。孟鹤堂，好，这个现在你们这组已经有成功的了哈，走了一个了，人家长大了不带你们玩了，你们两个我们可以这样，一个进缸，一个在外面。嗯，我进缸，那行，你去吧，里面有一鲨鱼，我看见了，刚看见有一鲨鱼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我正好饿了。好的，那就王九龙进缸好吗？好，好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OK， 烧饼在外面跟我一起猜题。嗯，好，去吧，走。我这一条，快点啊！地上有俩小鲨鱼，俩鲨鱼还击掌呢。我吃这，你吃那，吃它就啃它脚后跟。哦，美人鱼来了，哪儿了？哪儿？来了。你看他一来，这鱼都松塌去了哈。哎，还真是。哎呦，哎，他为什么能潜这么深啊？他也没有铅罐什么的。真棒，这个好厉害，专业就是专业。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仨字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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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第一个高高。高圆圆，高圆圆，高圆圆，这是给秦霄贤送的分啊，高圆圆对不对 ？OK 了 ，OK 了，对了啊，加了付费啊，来了来了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月哥干嘛呢？他俩跑这玩琴去了。Hello， it's me。四个字趴下了，翻滚，满地打滚儿，匍匐前进，匍匐前进，匍匐前进，也不是，连滚带爬，连，哦，连滚带爬啊，我答对了是吗？对，就你完了，你我跟你说吧，看来我们不能老给你们提醒，答都俩都我，别着急，一会儿他们还给你捣乱呢，一报还一报。完了，完了，坏了！他俩没看懂，几个字都不好说。坏了，他俩都不会形容这个，几个字儿？仨字儿？四个字儿？五个字儿？五个字儿啊！岳哥，这是要出来，来蹬他一把。哦，哎呦，哦、好轻盈！五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。像是凤。来搅，来搅和来了，第一个字儿，第一个字儿，手背，手背，皮皮，脸皮，手笑笑，皮笑肉不笑，皮笑肉不笑啊，真是啊，
他们为啥知道的？听得见，听得见是吧？听不见。哎，那他要盯着皮笑肉不笑，他们怎么能？对他们俩看你嘴型，皮笑肉不笑，皮笑肉不笑，这个真挺难的，他无法做表情啊。没有了，上去吧。对，你可以上去了，你走吧。他不走，哎，不走，我看，我们走了。你不走，我们怎么吃饭去了啊？让他玩吧，玩吧啊。那我们刚刚得了多少分啊？你们一共答对了三道题。15岁，厉害啊！那咱都能18岁了，开心。这啥？啥玩意儿？哎。那个，我们正好在外边带着孩子们做节目呢啊，然后这聊闲天，他特别喜欢你。人家跟你说小亲你好呢，怎么样，兄弟？好激动啊！文文姐，我马上要开箱了，能过来看我演出吗？好开心啊！人家说了，哈哈，好。哎，他说必须去。回来我把你们推一下吧，你们聊吧，别拿我手机聊了啊。有推给你，你们加上得了啊。这是贾圆圆是吧？这不是高圆圆，是贾圆圆。这是。通过了。行。啊，在这儿呢。姜，太开心了，好开心啊！哎呀，你那个作死的样子，哎呀，太甜了。哎，来了。外甥游的还不错。哎，我外甥可以啊，就冲他这状态，应该给他搁青年队去。到底好是不好啊？这行，我外甥来了，下来的还挺快。那边是谁？是小月吗？嗯，怎么又来了？这怎么又来了？这个我们看腻了，这个换一个。咦，能不能换一条？小月是跑这过瘾来了不是吧？他之前下过，他有这瘾是吧？哎呦我的天爷！哎呦，磕屁股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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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太磕着了！哎，好漂亮！哎，好，来人了，来了！那，高圆圆，没有高圆圆，哪有他？四个字儿，我说。摄像大机，摄像大机。对了对了对了，知道了，啊，知道。哎，还谢谢呢，俺真客气。嗯。4个字儿。下台鞠躬。口吐莲花。对。口吐莲花。对了，他喷水了。月哥干嘛呢？月哥，小月不是来干活来，就是来玩来了。你一个忙都没帮，你他进来玩了。你干嘛来了你？4个字。到我这都是4个字的啊，过分了、啊！看着他，4个字啊，嗯，他啊，连打带踹，不是武术捧哏，就咱这窜，他跟张九龄呗，啊，又来了，行了，可以了，老有这个，哎，行了，高兴了，上去吧。今天首先要恭喜我外甥王九龙，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卖鱼啊，
今天呢，终于到了冷库里边了啊！好玩吗？好玩啊！云鹏，哎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哎，太好了！说的我都想进去跟你们玩会儿去了啊！下次等你签大来，我带他一块儿去，我带他逮那海龟去啊！那个刚才这个两组分数还是不错的，一共呢是每队加上15岁，哇，哦，15岁很厉害啊，很厉害。这个先说王九龙你们这边啊，啊，你跟谁一队来着？我跟饼哥是一队。你跟小饼上这边来，俩人挨着站。你们这个15岁，俩人怎么分？我17，他15，我是我那没拿，忘拿了，我15。哦哦哦哦哦，你们这边也得到了15岁。对，你们这个谁是哥哥？我们也怎么分都够。他是哥哥。哦，也都够了。对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哥哥是不能拿分的。他俩谁是哥哥呀？那现在就是我是哥哥了。我们俩现在是他是哥哥呀。那我让王九龙成年，你成年去吧。行了，那成功了啊。那你们这现在你们仨里边谁最大？我最大，我最大。对，你最大，你把这15分匀给他们俩。好。等等着，刚才我多给你那么多分，害了你。王九龙，一个是没事，这是命，这是命。那就是说现在的头四名是诞生了。对了，一个是尚九锡，一个是金霄贤，一个是孟鹤堂和王九龙。待会儿我要带着你们啊，我们去有一个仪式。是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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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还没猜呢。你们还用猜吗？这袁哥还没下水呢。因为头四名最重要，你们这已经不重要了。不，有栾云平也很重要啊。周九良，由于你们年龄也不够，智力也不够，所以你们还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好不好？留在这儿，你就是留守儿童孩子，留守儿童孩子，那就是已经成长的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我要带你们去，我们要见证一下成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长大了。好了，跟我走。我陪你。我长大了。有人有真的是，我们不是不，其实不是那么想的，我们只是就是。好，走了，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你别走，我就走。你是不是也留下了？关键是我没有意义了。啊，怎么没有意义了？四个都跟他出去了，他们到时候前四名选搭档，就把你们都选了。就说我是一个逗哏的呀，我没有了，我没有搭档了，就到我这儿，对不对？未成年者需要单独完成副本，最终达到成年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我太苦了，我太惨了。当时我这个9分的时候，他们给了我7分，我以为已到18了呢，后来一算到16，我当时就晴天霹雳，我就知道这个16分绝对是我最后一个成年，当时我就知道我人生灰暗了。我来这刷副本，我自己刷什么副本？我哎呀，好惨，本来。以为这期啊不会那么惨，结果仍然还是降临到我的身上。我说被人诅咒了我。你猜这个第一就变成了这样的结果啊，惨字怎么写？惨字怎么写？特别不喜欢现在的自己，我觉得自己现在不够。这个节目当中也不会这样。如果时光能够倒回去，我一定回到我8岁的时候。重新来。